客人就要上门，家中却没有做大菜的食材吗？别紧张，只要利用简单的香菇、虾仁，就能够做出一道好看又好吃的宴客菜。美慧快手菜的美慧老师马上教你做。重点时候，过年过节，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那种请客的机会。没错，也要有一两道能够拿得出手的宴客菜，对不对？是。今天这个做起来简单，拿出来好像奏办呢。没错，对不对？因为它就名字就很好听了。嗯，对，花开富贵。告诉我们怎么做？好，其实材料很简单哈，只要有香菇。嗯，你香菇尽量想大小朵一致的。OK。对，大小都要尽量挑一致的。对，对不对？OK， 那香菇，除了大小一致之外，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特殊要求？泡软之后呢，水分挤干哈。那因为我在这里头要镶上虾泥，是，所以这个地要把它剪掉。把中间的地，对，我们要把它去掉。对，嗯，这不要。嗯，屁股尖尖的啊，这个地方剪一个平刀口啊，这样站立起来就平稳了。所以呢，这尾巴的地方尖尖的地方。把它削平一下，要点哈，地拿掉，小诀窍，对，然后要水分要挤干，因为在这里头要镶上东西，太潮湿的话它粘裹不住。哦，看你请客人数多少，你就弄个偶数，那比较吉祥，这样就好了。好，那这边但是我不能够只有香菇，你香菇上面的东西蛮重要的嘛。对，我上镶虾泥哈，你用绞肉也可以，虾泥也可以。或者是鱼浆之类的东西也可以，但是我觉得虾泥比较新鲜，比较甜，比较甜。那因为请客嘛，所以呢旁边我要个青菜围边。我们趁沾满干净，我先来切青江菜。哦，先处理低污染的食材，对不对？对对。那这个都洗干净了哈，然后它很长的话，地头我们不要那么长。嗯。然后这大颗的话呢，是，请你就切成两半。对。那小颗的话，就一颗一颗的这样子。嗯。然后我们要入滚水中穿烫。是。好，让它翠绿。那因为它是如果真正硬性的蔬菜呢，我会建议说放点小苏打，很快就软化。那我现在准备虾泥的动作哈。嗯。这虾泥呢，我这已经抽掉肠泥。是。然后呢，擦干水分。OK。对。虾泥好像是越干越脆，越脆越干越脆，越湿夹起来呢暖暖暖 暖对，所以呢虾仁一定要擦很干啊。那因为呢要么拍成泥状剁成，所以这时候你建议你不需要买太大的虾仁，因为个儿越大越贵嘛。那我今天是小白虾，是白色虾，嗯，那我再整个这样把它拍碎，很快，这很用力的，好，就看好这一个刀，就是一拍往旁边一拉，有没有？好，那我稍微再剁一下。好，拍完了以后呢，稍微再剁一下下。这时候要加点回油。OK， 因为它本身没有粘性。所以呢，我们为了要吃起来油润一点，我们就买肥猪肉。对，肥猪肉我们叫它叫，你可以叫它板油啊。透过这个肥猪肉增加一些这个动物性的脂肪，让这个虾变得比较这个滑润一点。这蛮重要的哈，是是，因为它没有油脂嘛，它就没有粘性了哈。这时候呢，就把它剁在一起。好，我就把它放在我们容器里头了。OK， 来，改到一个容器当中。那我这时候戴好手套哈。OK， 好，我们来 加调味料，加给我小桃根，来胡椒，我们一点盐跟胡椒，少许的盐。哎，对。再一点点哈，胡椒，来随便你撒。不，胡椒粉它可以增加一些口感。好 ，OK。胡椒粉，这样子，只要这两个就可以了。两个就好了。嗯，它这很快就拌成泥状了。是，来再给我一点点的太白粉好了。哎，塞北。好，可以了。可以哈。哎，不用多。好，我增加一点粘性。好，这样子很快的，这样就是我们的馅料了。好，馅料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们准备来香。好。太白粉是，因为它湿湿的，你看每一个呢，这焦哥就帮我这样的，轻轻把对里面的这一个看一下，对，好像这个是没有沾的，对不对？所以看到里面这个香菇的这个皱褶的部分
还是原来的颜色，但是呢，为了要增加它的粘性，我们就在这个内侧的地方，象征性的撒一点，涂一点点太白粉啊，就像这样子。然后我这边呢，我们来镶上这个虾泥。嗯。你就尽量能够虾成一大朵这样子。嗯。好，这样如果你的汤匙啊，汤匙是这个没有沾水，它可能就比较黏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沾了一点点水之后，让它滑滑的，哎，这样子再来整形，它就不会沾黏了。好，全部都整理完了，对不对？最后我们在这个，因为我们这个盘子哦，未来就是要这个当成是上桌的盘子哦，成品盘。所以呢，我们要把它的位置间距调好，稍微调一下啊，调一下，它没有膨胀的那种机会嘛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呢，就算一个一个靠得紧一点也没关系。对。然后我在上面呢，就像个狗旗子。哦。对。装饰用，装饰用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装的是枸杞子，当然你可以不用装枸杞子，打个比方，你用秋葵把它轮切变成是一个一个小星星，有没有？放在上面也没关系，对，也没关系。好，好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把它放到这个蒸笼里面，为了怕这个盘子跟蒸笼不一样。我们今天的蒸笼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变魔术哎！对对对，它有个底，活动的。把这个盘子放到蒸笼上面，然后呢，再把这个还原回去，然后呢，就可以进蒸笼了。好像这样子的大小啊，差不多比50块稍微大一点点。需要蒸多久的时间？啊，8分钟就好了。8分钟。对。嗯，好，来来来，盖上盖子，我们来计时。8分钟啊，8分钟，好。对，接下来是不是要来处理青江菜啦？是，对。那我们在里头放点油，油，让它有光泽哈，烫起来有光泽。嗯哼，好，不用太多，是，滴点油。OK， 好，再加点盐，少许的盐。对，嗯，好。哦，这样子，嗯。水开放进去，差不多烫个不到1分钟。是是是。那我这里头因为有调味了嘛，嗯，所以呢我就不漂凉了，哦，就热的。是是，否则漂凉的味道就不见了。对，然后你拿开就尽量把它摊开，不要热气这样窝住，在中间的会黄掉。是，嗯，是是是。好，这样水开了，我把它放进去。好。像今天我们烫的这个青江菜啊，后面深绿色叶子的部分其实蛮容易熟的，对，主要是前面这个地头的部分稍微比较难熟一点。如果你觉得地头的部分啊，这个地方稍微比较难熟一点，我跟你讲，建议大家在切的时候啊，你不妨在这边画几个刀口，让它有了刀口之后，哎，它的热穿透就会让它熟的速度加快。好，我们差不多可以拿出来了。好，嗯，看。然后把它摊开，摊开，摊开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可是你这个菜是用来围边的，是。但是，我那个蒸好的香菇，一个个光秃秃的，我需不需要一些酱汁去带它？要，我还要弄一点高汤哈，嗯，然后加点盐、胡椒，嗯，裹点保鲜，它上面会有亮亮光泽的。哦哦哦，对，哦哦。哎，我闻到香菇的香味，真的吗？嗯，高汤，对不对？不用多，我们淋在上头的哈。是，好，放点高汤，然后我还是要加点盐调味。嗯哼，你要勾芡嘛？要勾芡，对。好，然后再加点胡椒粉，嗯，白胡椒粉，然后黑胡椒粉的话，在上面就点点点点的，就跑上很多小蚂蚁的感觉哈。好，
不用多哈，不用多，因为只是薄薄一点点的芡。对，它不是煮汤。好，像开了之后呢，太白粉勾芡，薄薄的就好喽。哎，紫菜。对，然后再滴点香油。来。对，点个香。一点点的香油。对，这样子亮亮的，有光泽。对，起火了。好了。好，来来来，赶快看看我们的香菇好了没？阿内。也在里，可以的，都变色了，时间到了，八分钟都变色了，对，来打开盖子，哇，真的是红红的了，你确定都好了啊？好了好了，看起来就秀色可餐了，真的啊？对，那我就端起来啊，端起来，好，来我把它请出来，好，先更加，好，哇，好香哎，把我们的青菜来围在旁边，我们斜着。斜着摆啊，斜着摆，斜着摆，就是一个一个重叠，对不对？重叠。很多朋友说青江菜怎么排，你就直接顺着第一个之后呢，顺着它这样把它重叠这样子，啊，沿着它。来，好，嘟嘟好。好，最后一个。就把它塞进去。把尾巴塞进去，调整进去，芡汁把它淋上来，来，这刚好的芡汁它让它亮亮的，是有光泽，薄薄薄芡，点在每一个这一个香菇虾球上面，来来来，里面是非常好吃的虾球，对不对？底下衬的是我们的香菇，然后呢，上面还有一个。画龙点睛的这个枸杞，这么漂亮的一个请客菜，来，赶快上桌。喜欢今天的料理吗？赶快扫描我们画面上的 QR code， 加入美味 So Much 的脸书粉丝团，让你有吃又有拿哦。在美国芥菜五星，今天的芥菜我们不煮汤，简单的清烫，再搭配多汁的鲜干贝，脆口的芥菜心让你尝到回甘的好滋味。美慧快手菜的美慧老师马上教你做。这个季节刚好是挂菜生长的季节，对，对不对？冬天，所以整个冬天就可以吃到很多各种不同挂菜的料理，对，对不对？这个挂菜啊，除了做我们今天这道料理之外，还可以做一些什么菜？来，火力工共共三行靠菜啊，对，哎，江浙一带的靠菜，我们用一些酱油、糖，把它慢慢的靠，靠的那种软软的，软软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好好，来，三个讲到一个了，还有两个，对，炖鸡啊，芥菜鸡汤啊，直接把它炖到那个鸡汤里面去，然后呢，鸡汤上面不是有很多的油吗？刚好借由这个挂菜吸掉多余的油，对，然后呢，它吃起来也比较油润一点，哎，这个汤也不会那么油了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会几嘞？干贝菜洗腌一下啊，咸啊，酸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可以拿来做酸菜，有没有？有很多，因为不见得都卖得出去，所以呢，很多那个菜场啊，就会把这个。像这样子那种球的地方，有没有？他就把它拿去加工，做完了以后呢，现在看到了是嫩绿色的，未来看到的就是那种黄色的，对，对不对？酸菜，然后呢，切，然后呢，加点点辣椒油，把它炒得香香的，可以拿来拌饭，可以拿来配成小菜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所以这个季节的挂菜，大家想想看，还有一些什么样子的运用的时机做成的料理，哎，不妨多吃。多利用，对不 对？而且它是高纤维的，没错，它刮油，所以算是减肥的蔬菜。是。好，做我们今天这个菜，我们把前面那个深绿色的叶子都把它修掉了，对不对？对。我们拿这个梗，第一个步骤我们要怎么来处理？好，那你买回来之后，你选越厚的越好。是。那天气越冷的话就越厚。那这常常你在酒席上常常吃到的干贝芥菜心，是。芥菜心就是有着。就过年的灯笼菜嘛，就福寿延绵的意思，所以算是很吉祥的菜色。好，我这大片哦，这样大片，
好，这样才大方，这么大片。好，啊，你全部用斜刀，对，把它本来一个有没有？我就这样子切的切切切切，我就可以把它切成了这个好几段了，对不对？本来是一条长的，我就这样子斜刀斜刀斜刀，哎，就把它切成这样子一段一段的，对不对？比较好入口，也比较好烹调。还大黄，嗯，啊，这样看起来，请客大黄。好，这样刀往前，这样子来切。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，我们是来吃它的梗啊，吃它的梗，有一点点微苦这样子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嗯，吃起来还是蛮嫩的，高鲜这样子一个食材。口感口感哈，尤其上年纪的人很喜欢这道菜。嗯，但是我花姐现在年轻人呢，是没办法吃的苦中苦，不会的，他觉得是口口，他不太吃，所以呢，我们要穿烫过。哦，这个要穿烫啊？对，可是呢，为什么餐厅的芥菜心很脆利，嗯，那我们自己要烫到软的话是黄掉了，是，那最重要，因为它烫很久嘛，对啊，对，它很久就黄掉了，嗯，它主要最重要，听好哦，最重要就是水中要加点小苏打粉 ，OK， 它可以很快软化它的纤维，嗯哼，对，嗯，大概是多少的比例？差不多一小时就行了。好，来，这边是水，对，我们烧开了，这边是小苏打，对，对不对？一小时就行了。老师，你拿那个匙给我们看一下，好，到底是多少，这样就行了，这样。好，来，黄姐，你看这样子的量哦，可以起泡泡，这样子的量啊，哦，好，来镜头看这边，嗯，有没有，哦，起泡泡 ？OK， 好，这就叫苏打。好，我们用食用级的小苏打，这一个食品卫生的安全必须要特别强调。请再帮我加点油，好，它烫起来会亮亮有光泽。我们加一点点的油。好，那来我们来帮忙找一下，嗯，拿这个地头比较硬的地方先放。厚身的地方，对，它搞心呢，对，搞心呢，只要先放，就是嫩的话后放，嗯，它熟成程度才会一致，哎，对，因为你一口气倒下去，那个有些嫩的都已经太嫩了，嗯，所谓先放后放，其实差的时间差不多30秒一分钟左右了，哦，30秒一分钟左右，好，好，你看到没有，也下完了，对不对？你可以看到呢，这里头有白白的，是不是？对。好，它会有点整个透了，是吗？哎，好，现在啊，这个的内侧，这个的内侧有没有？它还是一个非常白这样子的感觉，待会儿呢，它就会变成是透明，没有这样子一个绝对白的效果就好了。而且你的花姐比前来的更翠绿。是。啊，因为小苏打，小苏打哈，对对对，所以很重要，窍门就在这边。除了翠绿之外，还是软的、烂的。嗯哼，那我们再加到乱的话，一定是黄色的了哈。这个小苏打很快就来渗透那软化纤维哦。你知道糖太久，你说哦，它整个完全叶绿素变质流失掉了。嗯哼，也是要适可而止，不能说烫到忘掉了哈。是。那我今天用的是啊，北海道的生死鲜贝，很快就好了。嗯哼，那你家里有小鲜贝，嗯，哎，小干贝，它不叫干贝，嗯，那就你泡软，用酒泡软之后蒸过之后，嗯，也可以。OK， 啊，是，好，差不多了哈。好，好，水滚了，对不对？因为烫太久的话，它整个就糊掉了。吸地。好，请记得在清水中浸泡。OK， 这样它才不会黄掉。好，把它放到一个冷水中，冰水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刚才啊，我们讲那个有一个白色的，有没有？你现在看我捞的这个，它是不是里面从里到外都变成是绿色的，对不对？那层白膜它都不见了，这样子就 OK 了。OK， 在这边稍微漂亮一下，好，待会儿来用。订阅、追踪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美味 So Much 的 YouTube， 不仅可以学做菜。还可以得好康哦。接下来，然后呢，我要高汤。高汤，因为它已经漂亮没味道了，是，所以必须在高汤里头再来把它烩煮一下。哦，对，哦。现在我们还要让它有味道，当然有味道，对。好，所以这里头高汤里头要我们加盐来调味。嗯，好，还有白胡椒粉。白胡椒粉，对。好，
让它有味道，再下去煨一下。嗯哼。等开的时候呢，倒进下去煨。嗯哼。好，一网打尽哦。对。哦，这么厉害，一网打尽哦。对。好，沥干，不然这水分呢会又在稀释它的味道了哦。那在高汤里头加点盐跟胡椒。嗯哼。其实呢，我们这都可以当年菜哈。是。但是呢，就是很简单。嗯，好，今天老师啊。搭配这一个芥菜心，你用的是这个生食级的这个大的干贝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可是我看到外面它会有那个干贝丝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那个干贝丝啊，我是把一颗一颗的干贝，不管是这个大的或者是小的，我要把它弄熟的时候，是不是用蒸的就可以了？啊，放酒，对不对？去腥，好，然后蒸熟。我把那个干的干贝放到这边，然后呢加酒，然后呢放到电锅里面去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蒸多久？焯20分钟，20分钟，然后起来，所以外锅一杯水就好了嘛。对，凉了之后呢，你就这样搓一搓，就完全撕掉了，就变成丝。对，好，你最棍啊。好，可以放进去煨了。好，来，好，只要让它有一点味道哈。是。那我们这边还可以再讲一下，因为有吃素的朋友嘛，是，他就不成干贝啊，我就会建议什么呢？放那个白果。啊，那黄栗相间很漂亮，是白果这样，然后再加点枸杞就很漂亮的。枸杞，红色的，白果黄色的，对，再加上这个红色的，百合，白色的，有没有？它就换整个颜色变得比较漂亮了。好，我们再一网打尽。这里它牌一网打尽。对，我来帮你。好，来来来，好，第一个分两次。剩下的好，那我这汤汁呢，继续的，因为呢鲜贝是生食的鲜贝，所以一下下烫久了反而会老掉啊。没有，外面最贵的一半的分量，加上干贝丝，一盘1200块钱。是哦，对，来来来，老师这边吃。贫穷限制了大家的想象。是，好，我放点枸杞哈。好，好，那我再放这鲜贝。汤滚了，对不 对？之前就已经有味道了。OK， 赶快把我们的生食级的鲜干贝，也就是我们讲的带子啊，把它放下去，不要烫太久，因为本来生的就可以吃，所以呢，我们下去以后只要稍稍一点点时间就可以了。裹点薄芡，是，然后也要准备香油，低香，点香，好了，就这样就行了，对，来来，点个香，然后开起来就点香，好，不然倒的话它就随便它放了，好，好料看得见哈，是是是，都要红黄，好料看得见，是，哦，旁排哦，这个是大鲜贝哦。来，我再淋上去。最后把我们勾好芡的这一个高汤，把它淋上来，让它有点湿湿的，没关系。是，它是连着汤汁一直吃的。好。哇，一大盘当季的好料理，挂菜，然后呢再加上生食级的大干贝，对，然后又有枸杞做点缀，哇，来，赶快上桌。万年长青。